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设 AB 哈是圆的直径啊 ，C 在呢圆周上，我假设在这里好了 ，C 在圆周上，且弧 AC 啊哈等于呢两倍的弧 BC， 哦，这是二比一啊，则角 BAC 啊 ，BAC 就这个角。这个角的话呢是等于几度啦？我们知道说哈，这个呢是等于180啦，哦，就是说 AC 啊哈，加上呢 BC， 这个是等于180度啦。那 AC 比 BC 是2比1嘛，所以可以令它叫做 2K， 令它叫做 K 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晓得哈。K 等于多少？这3 K 嘛，368 60度啦。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呢 ，BC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60度。那角 CAB 哈是等于，这是圆周角，1/2倍的 BC 啊。那 BC 等于 K 等于60度嘛，所以1/2乘以60度，所以是30度啦。所以答案是30度，所以这一题哈，应该要选 A。